一，请投出。新营乡长许强在美职梦工厂的安排下，登上台州洲际棒球场，为中信兄弟队的队庆开球。然后是布隆族知名的八部合音表演，惊艳全场球迷，成功行销新营乡与布隆族文化。新营乡总会看好职棒比赛的高人气，吸引上千甚至上万人亲临现场看球赛的消费商机。特别与中信兄弟队谈合作，则在比赛开打前免费送饮料给球迷品尝来促进买气，更以表演活动宣传新营乡。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职棒的这样一个经营，因为实际上这职棒也是蛮多观众，那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，让我们新营乡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美制品、美产品、葡萄，或者说我们整个观光玻璃吊桥、东埔温泉，都能够在这个区块上，大家都能够一个先导了。这是达马软文化艺术团受邀前来演出，而且可以踏上比赛场地，让团员都感到相当难得与新鲜。尤其部落长者可以亲自在场边看比赛，更是难得可贵的经验。尤其是我们新乡的农会，借着像这个行销我们新乡的农特产品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那结合这个布农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在地的地方的特色这些产业，所以能够在这种非常大的场面，尤其是在这个职棒这个洲际球场，可以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更进一步认识新乡，那也更深层认识布农族的传统文化。新乡农会今年研发新产品，适合在球赛中边看边畅饮的气氛。为了方便球迷，新乡美职梦工厂还特别研发行动九处机与大妹机动行销，成功提升买气，也展现了新乡农会积极行销的行动力。